小胖开饭了！吃饭你是最积极，这个呀是咱家小胖想你今天挑战，一天只吃巧克力味的食物。那也太腻了，咋的了？怂了？我可跟你说啊，小伙伴可说了，只要咱们能挑战成功，他们带着全校的同学全给咱们点小心心。我的意思，那能拦住我吗？安排早饭，我们给小胖拿一个巧克力毛巾卷，开启甜蜜的一天。哇，香甜啊！然后再给小胖来一杯浓郁的巧克力奶茶。午饭嘛，就给小胖来一杯卡乐比巧克力味麦片，再来一杯热牛奶。哇，没想到配上这热牛奶，一下就变成可可饮料了。这浓浓的巧克力香味配上那香甜的麦片，既浓郁又好吃。太棒了！那是当然了，这个卡乐比麦片可是老品牌麦片，不光口感好，口味上还有很多选择呢。你刚才喝的呀是巧克力口味的，还有咖喱味和减糖款，都是很不错的。而且啊，现在是盒马的5周年，买这个卡乐比麦片啊还有很多优惠活动呢，部分城市第二件才1块钱，点击评论区的链接就可以领券购买了。而且啊，双十二还有买一赠一的活动呢。那你赶快多买几袋啊！你就吃你的得了，买东西啊就包在我身上。那我就放心了。啊。晚饭吧，先给小胖来一盘巧克力吐司蛋糕。然后再给小胖来一个巧克力冰淇淋。哇，今天吃的真是甜蜜蜜呀。盒马5周年，赶快去领券吧。